十一长假玩了，要不跟我们出去玩啊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因为我朋友结婚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十一结婚。他妈，你朋友也结婚？十一结婚呀，都结婚了。我那个以前他不记得队友结婚了，他今天刚跟我发请帖。嗨，都结婚了。人家要结婚了嘛？不要逃避。哦，他还真是十月一结婚。大哥，以你对上路的经验。对呀，那你打寂寞出个什么装备比较好打？你打寂寞？啊，提莫！不准说看看。我不配呀，轰轰哥哥，你炼金绝活，你让我给你出。打奎因呢？我打谁呀？奎因应该是打奎因。奎因的话，我建议一首。怎么办？你就多兰剑吧。多兰剑吗？要不蓝不够。 你多兰剑，我三级往上一来，我们直接搞他，完事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对，但是别人个毛，我俩骗，然后再给他打一顿。啊？嗯？什么？我结婚比你们结的都多，我结了两回婚。我媳妇儿这边一回，我这边一回，我结两个婚。袁山也要结两场？嗯？什么？ 换两场婚礼哦，不可能开门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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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感谢没生气的花花好，还有墨镜啊。哎，真大提莫！哎哎，这么早？我天啊，上路师，我炸！哎，那好爽啊，追个人，我们下路直接推线，你直接去 A 他。他妈的，怎么我在哪儿压力就在哪儿？上路只有他一个人。那我跟他不狠狠的掰头掰头，掰头来了。你直接掰头他。 哎，这还没法发全部语音啊！可以，现在就是所有人，他能看见。哦，是所有人，我问他们怎么个事儿？重拳！哦，美泰护甲好难打呀！哎呦，我操了！我直接 A 他好像死了。 把那个线推了，我过来给他EZ给他越了啊，这边推过去。没关系，那 EZ 还想吃线，这毛？他妈的！我带的是魔抗啊！推线，推线，推线！我直接打他，他应该是后快。是时候让锤姐扛塔。 我在塔上，没事，塔上，塔上，塔上。这奎因来了，奎因来了。我们没事，猴哥能打能打能打，塔上能接受。二级我在这留着没意义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去！这盲对我来说有什么威力吗？没事，我把他杀了。 像那搞笑的，好好，哎，我这英雄我跟你讲，我都不补刀的，等会看你快乐还是？我现在要不马术什么？出狂风之力，魔法护盾。不是，海妖训练，你会玩游戏吗？海妖，他们绝对不会看到。海妖和训练，你就给你快乐又怎么了？双翅。 龙龙怎么样？上把握得住吗，年轻人？让他扣。上勾拳。来人！给我先给他。六你六你六。我有炮车，我有盔甲。拱你！哎呀！我鞋子等会还被你。来人了，西哥。我走。不知道来的是什么。嗯。无所谓，我俩随便打他们。来，给了个兵哈。东特，小锤，先往后撤撤。我先往后来。 OK，过不去的。哎，他漏车了，他要补我也拦不住，反正我还不好补，他肯定吃盲我，估计恶心我，无所谓的，崩了。他过来绝对猛 A， 以我对这个玩的了解。上路没闪啊！好嘞。挖掘机在上面呢啊！挖掘机在上面。对，我润了，我润了。在这个位置。点燃了吧？我升级了。 这能杀吗？锤，你没事 ，C 有我在，没意外。真的有你在吗？我吃他点儿。我真在呀、啊！我刚把你直接猛猛挡他们两个前面。
他往这里发眼放眼了，我绕一圈。我这 W 也要引导太久了吧？我笑了。崔颖，你们去我猜个他的意。崔，行 ，C 哥，他真的是个傻子。好，他没 Q 了。哎，杀了吧！啊，他是个傻子，那有点懵。那有点懵啊！这小子怎么他妈六了呢？哎，对，还有蛋。哎呦我操！他还有点盐。他给你吃全套了。我不出这个吧，我出这个。然后呢？你能咋地呢？吹，我们就杀他。OK。要是这个挖掘给眼闪现顶我。什么呢？没事，吹你杀他。吹，不知道这个击飞的时间是多久？帮 ，nice， 我的 C。nice， 我的吹，把兵线推进去吹。OK。多点燃。哎，还得是我的呀，还得是我的。我有带了，我就没闪现，他没闪现，他没闪现，你就跑。我也没闪现，你就跑，我马上支援你。你只管跑，你只管跑。我疾跑一开，漂亮 ，nice。真想跟对面打个问号，不行，要直接打个问号了。打个问号，一会儿那男刀就杀你，我跟你说。不会打，我看兄弟，主要是不会打。我教你啊，粘那个 safe 的加回车。加回车。问号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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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还明白了，锤。我操，你这个有点准。这个挖掘机吹好急，你什么时候到吹？没有你下路不是很风平浪静。马上到好下路莫杀，朋友们，我到了。他怎么改的？吹，我到他死了。他怎么改的？哎，吹，我到他死了，我到他死了，他也得死。哦，我怕难道过来呢？还说来一遍。喂，他死了吗？哎呦，这个女的。那我回了。漂亮，锤。道路被放弃了，没空了。你们看这么忙啊！我天哪，老忙了。我能抓好几路的。哎，难道？小兵过去采个蘑菇。他放眼了。猴哥，放吧，我打龙。我这是个大头兵啊，我这要能采下蘑菇啊。他打野也在往那边走，你小心点。吹兵回家，吹。威高。往小龙走一走，吹。OK。来。Let's go。等他。我出个这个是吧？吹。我死了。坏了。刀锋。我去啊！上路 miss 了，上路 miss 了。快跑快跑快跑！我也不打，我这边你能走就行。我不会担心，我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想追我？我差一秒，哪儿呀？我这差一秒，我在哪儿呀？差一级呀！可惜点啊，我也没好到哪去啊！可以。哎，不对。真是太可惜。这走地狼先进化什么呀？先推掉，我能直接去他们家里断线吗？走地狼进化扣啊！你都走地了，不进化扣吗？我来了，把他们俩杀了。吹一下，好一，开个大招吹。没大招都能开了 ，C。你们的意思，我只要把这边的线推掉，然后我就去他们家后面。哦，还是这波线给他。难道跳了个闪？这直播就 QRE，QRW 吧。气了吗？他那意思不知道，我家里要没事吹。我知道挖掘给什么用了？挖掘给
一个不同的世界。这样，我断线，我不知道怎么断啊。哎，这发觉，哎，杀他，杀他，杀他！他是个笨蛋，快快快快快，快过来过来杀他！你在哪儿？你先探草丛，你看看他在哪儿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完了，我也着急。这里。你有啊，虎哥，不见了。哎，这里。什么情况？都没有了。回家了不也？我倒是回了。呀哈！哎，我只是想帮你打一下。我不会，兄弟，我只能说我不会。好吧。但是感觉还不错，因为他补不了兵。小火，然后进火。兄弟，我不开玩笑，我确实不会，但是我感觉还不错，不是很亏。不要给自己这么大压力。红红哥哥为什么能跟弹幕对上话？哥哥，对呀、啊，没有没有，他们在教我断线，因为我从来我玩这个没有断过线，他们说你断他一下，谁会被你恶心？谁叫你断线？他单杀过圣天哥吗？对呀、啊，他单杀过惹赛吗？对呀、啊，但是我没刷到大哥，直播不好动。题目。吹，后面有人。这不好弄，不好弄，说是。谁弄的？我操！你要这么弄，我也来了呀！你要这么弄，他弄不了你，他伤害不了你的大哥。那你杀他！你要这么弄，他们都得死啊！你要这么弄。你有意吗？我有啊，我等会就有。别怕，吹。我不怕，我有大。C。我知道你有大。是你吗？等会大自己、啊。等会儿大自己吹。能杀吗？能杀能杀能杀，肯定杀了杀了！哎，大自己！哎呀，吃这个吃这个就是……哎，挖掘机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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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闪退，走位，躲他 Q！ 他没听着，被大了，没听着，我以为你在跟下路说，大哥。没耳机他妈单线程，耳朵子刚进来，你妈有人来了！下回我带个主，先拿个女的折磨兄弟。坏了，这个塔，妈的逮不住。好难受！啊，死了怎么？他的小鸟，小鸟是不是在上路了？朋友们，请问一下，该出这个鞋子吗？该。小鸟是不是在上路了？朋友们，该。还是不够成熟。我要是够成熟，我就眼光六六，耳听八方。我刚才没关过门，我的耳机里全是挖掘机来了，挖掘机来了，我在干活，一我，挖掘机在哪？来哪了？我受不了了，我要来下路了。好像直接上了，给我吧！哇，这么猛吹！我操，真的猴哥！我操，回家家了。刚才你这句卧槽，好像是旁在这里叼着一根东西，然后我操，歪个准儿。嗯。伤害有点高，得再来攻克。我的发，这个提莫是什么伤害啊？然后再把对面屏蔽一下。跑到哪里不太清楚。啊，不是，我说的是男刀。哎，他怎么突然打我这么痛？他骂我怎么办呢？他可能没开。什么装备？哎呀，他什么英雄？一般吧，我感觉。哎呦！好了。他吃我塔皮吃两次，难道被他吃三次？哎，猴哥，小鸟来了！啊，晚安，吹，大鸟了，但是怎么办？一歪来呀，杀一Z！我大嘴巴杀了，你在干？鸟，这边还鸟，鸟跑了，从左边跑了，鸟已经走了，在，斗地狼再出点啥？猿狐，他后面有男刀，但是没关系。我知道，不行，你会被秒。你可以抢他一个这个。他们不会知道是被什么东西给吃掉的。来下路吹。来了。二十块。我玩这波兵，我去后面能杀吗？我到了。好，没毛病吧？搞完这波兵，俺的永生好嘲讽猪。哎呀，稀巴烂。还有闪，我不知道。有小龙腿。想逃风，我想逃风腿，我来。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这小难刀，这小刀。吹，不打龙了，得救救。
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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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先把峡谷打了不行。坏了，锤，这峡谷不是我的。那怎么办？A 不到，我怕他要吃。不太妙，锤。但没事儿。分走了。假修。我知道他来了，我来帮你。看看我是杀 EZ 呀，还是杀这个锦？我感觉我 A 不到，他有个城，我怕我 A 了被他城了。推中路吧。杀寂寞。这寂寞单双有点高了，注意的。坏了坏了坏了，锤！坏了坏了坏了，锤！不会不会不会。别死啊！别死啊！锤，他一辆图标，没事，别冲他的刀了，别冲他的刀了，好的，我操！哈哈哈哈！哎，不是，我的大招是应该怎么按来着？我操！太牛逼了，这个对局！我帮你，大哥，你能把他杀了？啊？他不随便杀吗？杀人书是不可能出的。杀了都不错了，被辅助拿钱。这模式没他。他敢回你问号，根本受不了。我跟你说，没有，恶心死。小哥。那个是猴哥发的吧？我知道，他前面回了吹两个问号。我的翅膀。现在又能互动了，嗯，这个能加钱的吧？我记得，这是谁？我先回，这是男刀，男刀，很润哦。来呀，锤！怎么被这个娃儿能打中？我在你旁边，啊、我在你旁边。这为何要害怕？好杀，好杀！我去装了推线。为何要害怕？没啥东西值。帮他做成，再送他一个问号。嗯 ，OK。干什么？这个是怎么了？这个那个寂寞没闪现，那个寂寞，我天！我他的寂寞急得一逼呀、啊，你知道吗？那奎因也是，这俩娃儿急惨了，你知道吗？有多想炫我？我是炫窝鸣人的哥哥，炫你嘴里。这是昨天听我朋友说的话。我第一天没过去，我操，反正没带。哎，差一个兵升十一啊，好难受。小心啊，吹！下路可能有。走了呀！我都选中英雄了，我都没玩过都。还真有哎！这波团队。我说了吧，吹！哎，我跑，哎，可惜了，四儿，四儿。我把线狠狠带过去，他男刀杀一个，男刀放大了吗？人有点多，人有点多，放了，放了，放了，全放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啊，我加油，朋友们，你们要叫撑住啊！快走，吃一个。没事，有猴哥。等一下，猴哥。我得回一波，我有带，我可以上来支援。猴哥，中路，路可以，路可以。来了，路可以，路可以。当他的面把他的种给他卸了，我。哦，完了，路可不了了，猴哥，我走了。他不放大了吗？啊，他圆弧。他弧啊，他圆弧啊，他弧弧有点快呀，他弧啊。他圆瓜。哎呀！上路守一下，上路怎么嘎了呢？用不起来。被两个人搞了，忘交闪现了。我往那边走吧。呀哈！帮助，好要掉了。我去下路了。好的，上路别怕。你死吧你！轰轰，没事。怎么说？挡不住了，吹！哎呀呵，我有带，我操！你这一整，怎么说，大哥？分分钟 stand by。帮他！分分钟 stand by， 你知道什么含金量吗？一定想不想杀？一定想不想杀？一定想杀，直接杀！杀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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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想杀直接杀！我操，没有我杀不了的人！来，你往前走，来，傻逼！来 ，OK OK， 我们是不是可以？大龙，大龙，推塔吧！别把塔推了，完事大龙。可以我来推，你们直接走，好吧？我有那个什么爆破，不，你在装是？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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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快走快走。哎，有个人给我扛一下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终极毒，终极毒，8000滴，3500滴，3700滴，3900滴，4000滴。来，你进来，你进来，你敢进来吗？你玩玩。快走，快走。我润了，我先润了，朋友们。你们润，你们润，你们润。全程开的毒手的。哦吼。猴哥连招带问号、你不会这一下以为我很痛吧？我操！小心男刀！你这问号也太快了吧，猴哥！那必须得快！我操！来来来，弄死我，弄死我！求你！别走，别走！我能坚持2分钟吗？我马上到！求你们两个了，弄死我好吗？两分钟！我已经马上到了，我已经马上到了。马上就到了，完了你啊！2分钟有点久啊，大哥，说实话，2秒钟还能坚持一下。快走，老男孩，他有没事没事，这波送他们的，这波我故意的，我故意的。等会我就牛逼了，我要把扎人剑一出，你看他们死不死？小龙，成功吸引注意力，他们接下来杀我，必须得两个人启动。小龙，没有两个人不可能杀得了我。有人往你们那儿走，往你那儿走啊，猴哥。呀哈，有雷！我操，补不到刀了。小龙，小龙，快快！真的，小龙，你干啥呀？睡着了，对不对？你干什么呀？这走过来是什么意思？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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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上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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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明包带穿。嘿嘿。哎，我没惩戒。没事，我的 W 呢？来也我加。家里我得小心点，这个男刀。吹，你看看看看上路什么叫上路包带穿，怎么个事？小心，吹，我的是带满，没有人能制裁得了我。拿个红 buff， 拿个红 buff。耶，你们去推中路和下或者下路啊，上路交给我。好的，追，有我，吃我一刺儿。红哥，快跑！他没有致盲，他没有致盲的。我一记小杯，你拿人头，你拿人头。别死啊！你跑得掉，你死不了，死不了，死不了，死不了。没说你啊，大哥，我要跟我兄弟说，他死了。嗯？谁死了？嗯？老五。无限啊！你们两个能杀我？这肯定啊，他们两个伤害有点高。这奎因发育了一整把，我的乖，想追人？为什么他一个辅助可以补这么多刀？整不是很明白。嗯，我操了。嗯，完了，我红没了。我这样出是吧？板甲。蓝盾，我家里我出两个板甲，我可以拿个蓝 bash， 那个走地狼不太厉害，我要出两个板甲，再加个蓝盾，差不多，可以吧 ？OK， 两个板甲加个反甲，走，啊不对，两个板甲，这两个板甲我必须要出，我要小补一下，弹幕觉得怎么样？走，吹，这个板甲可以出，要小补，回来小补小补，完了，追不上我操，我操，甚至没有助攻，完毛！人家逛淘宝吗？这是。这个！我没有的，猴哥。完，很显著了。你这个简直就是深入敌营，真是没有办法。十个八个低呀，我也没招啊。来了。我高峰没闪现。你说什么？高峰没闪现呢。很关键，双定不到。出板甲不 A 人，我可以不 A 人。我按了。我操！摸一下，狗贼。没事儿。伤害好高啊！刀锋我自己。伤害有点高啊。嗯。他也就两三件半。我感觉你要出佛呀。
你是这套有吹，等我的吹到我的身边来，用脚用脚。我操！行行，无间的饥饿。上面有个提莫在管我。嗯。不到倒霉了。我来吧。回趟家吧。找你去了啊，这上路。能杀我？文薛威是有点被动吗？你杀我？你好像已经死了。今天你们两个能杀我？不是你们三个能杀我？他给你杀了。用惩戒，说实话有点赖皮的。惩戒加上收集者还是什么东西，好痛那一下。哎，早上早点闪了，被他白惩1400滴血，好痛。哎，我下去啊，招了好几个大，他们就给我打我。只有我下去吗？奎因的大招加那个打野的大招全交了，提莫也是。我在赶路。嗯？吹！我这上不了了呀。上不了就撤，上不了就撤，大哥。是大龙，你要跑一下，你要先撤，你先撤。哎，要了吗？牛的！好算计！我操牛！好强的算计！这时候上路会有盖世英雄来救你，放心走。哎呦我操！知道吗？这他妈有个雷！我操！没彩虹哥哥我也来了，来路他。你可以做到吗？可以，完全没问题。真的吗？不行不行，我没疾跑了。又。这个能还行，是不大龙他们拿不了，拿不了，你拿不了，你们上路交给我，上路包带穿。好的。你们真的可以去下路打。你没长眼睛啊？怎么死的？死没死的你自己看不见呐？问我呀？他们人不见了，下路有一个，好焦灼啊。小龙，小龙应该。我操！熟悉的英雄联盟，这才好玩！我操！喂，没了。小心啊，吹！他们全部在那个位置。我吹！我操！万军从中 Q 我。快了！坏了吗？没坏，坏不了一点。上路两只，我操！这伤害太他妈高了，我操！弄他！小龙上路两只，上路两只啊，两只，你们下路再怎么打都是三打二。下什么路啊？我们只能推中啊。哎呀，板甲出了再出，这没 Q 着。板甲出了再出个什么装备啊？能够让我的防御力更高一点。哟，这边蘑菇有点太多了。朋友们，干嘛？下一件什么？我是升一升 W， 我去。这波有大龙，你们去上，我去下吧。我把他们下路塔带了。朋友们，这是绕了一圈，绕到哪儿去了呢？哦，你在打这？下路给我啊！你们中上，你们中上，中上啊，中上！我给你们包带穿。我去了，我去了，兄弟们人呢？因为小龙没了，你们可以围绕大龙。等我直接疾跑跑过来啊！我们不急打大龙啊！哎呀，小心！对，那我下路先包带穿。我还没大。中路需要我吗？中路需要我吗？快跑，快跑，快往推，快往推！难道要速走来了？我速走。他们想打到我，哎！呜呼！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。为什么 A 这一下我不？你往里走，你不有钉吗？往里走，那个谁，那个铜珠，铜珠。他不在这边。哦？怎么线线有炮车啊？现在这个线，哎、这里边有个寂寞。哎，坏了，他闪现了。我操！好顺的闪现吹，
哇操，他想杀我啊，快给他打问号啊，吹我这他妈的，我在嘲讽那一瞬间我的问号就打出去了，你这太慢了，我打大龙。想杀你，你都在没开机宝给你们玩，你们知道吗？来来来，我操！哎呦，我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我要回来溜一圈，还要给你发表情，到你面子上还是生意呢？生意吧。哎呀，没提到开机宝，哎，感觉生意没意义。我装什么？这边有个人，我不太需要这个意境了。我操！装什么？哦，咋的了？哦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看这个，哦，刚刚有怪东西，走地螳螂为什么要生意呀？那好奇怪。刚好十块钱还是可以等的，无限恶心，无限恶心。一耳三包证，一耳三小明包带穿，上路交给我啊，大龙没了，你们围绕下路打啊，下路随便，上路包带穿啊，上路包带穿，别走别走别走，哎，你看到我了，在线我在线，哎，他们打野和那个他们上路和那个奎因都下去了，都去中路找你们了，我们提莫没去，那提莫没去，哎，朋友们，哎，拿刀抓我，不可能，难道在哪？难道在这儿？然后呢？哦，好，万岁！快点！哎，哈哈，哎，牛的，虽然我没有 W 的，好帅呀，啊，猴哥！哎，可以，可以。虽然问号是我们先发起啊，哦，这问号好快，我操！哦！下去。哦，什么意思？那拆了。哦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什么意思啊？拿下！没看他们而已。恶言先告状，我真没去动他们吧？所以我们就不攻击他，给他来个问号。你看看，哎，团队。要么给整崩溃了。